好，我依家咧就揸咗架车上嚟飞鹅山嘅。咁做咩呢？咁啊，今日试一件好特别嘅产品。咁就我仲要借一架有天窗嘅车先至可以试到嘅。咁啊，你见到就系摆咗喺车顶上高嘅呢个球形物体啦。嗱，今日咧就梗唔系试个波，又唔系我头啦，就系讲紧呢部 Insta 360 Pro 呢个波。咁大家见到呢部 Insta 360 Pro 呢部360全景相机咧，点解佢有波咁嘅设计呢？就因为要确保佢机上面六个镜头咧都可以拍摄出无死角嘅画面，咁拼接出嚟咧个效果咧就比一般嘅360相机咧更加之清晰，更加之靓嘅。咁部机叫 OPPO， 梗系有更多嘅专业功能啦。佢最大咧可以拍摄出咧 8K 嘅全景影像嘅。咁就算用佢自己内置嘅拼接功能咧，最多都可以输出呢个 4K 解像度嘅360相片。咁除咗拍摄相片同影片之外咧，佢亦都可以做一个 live streaming 嘅功能，亦都可以用呢个 4K 解像度去串流直播360嘅画面。喂，唔好讲咁多啦，嗱嗱声出车试啦！